哎，找错车了，找另外的。为什么？我是怕你没钱给我。为什么？你是狗眼看人呐！哎呀，你说我是狗？哼，你这是好狗啊！看你师傅德行，想来上海赚钱了？你真以为上海遍地都是黄金呢？不用三天，我保证你一定爬着离开上海。我大块金说的。龙四刚来到上海，就被这个车夫瞧不起，还被他数落了一番。就在这时， 一个叫小黑的车夫问龙四是不是要车。先生，你不要车啊？好，请上车。龙四坐上了小黑的黄包车，小黑是个老实人，家里还有个年迈的母亲，每天就靠拉黄包车维持生活。路上，小黑跟龙四说，上海的旅店太贵了，不如跟自己回家住一晚。龙四也爽快的答应了他。小黑把龙四带回了家，这天晚上两人把酒言欢。龙四问小黑以后有什么打算。 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赚点钱，自己买辆车，把这间房子也买下来，这就够了。就这样，已经很难了。给你看看，随后小黑给龙四看了自己多年攒的积蓄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小黑起床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，龙四也没了人影，而龙四则是来到了赌场。不过他不是来这赌钱的，而是来找他的好友黄海，因为在龙四坐牢之前，他借给了黄海10000大洋。今天他是来找他还钱的。客气话不用说了，我们开门见山，我坐牢之前有10000块钱在你那儿，我想拿回来。四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保管的钱从来都不会不见。我只想拿回我那10000块，没问题。四哥，一会儿我亲自去银行给你拿。这样，你到街口那家酒楼等我。 只见蓝鹰用他神乎其技的刀法，瞬间就把一群杀手给解决了。随后，龙四再次找到黄海。四哥，我，你别说了，本来你不还钱，我不会怪你。我只怪自己看错了人，但你还找人来杀我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没办法做朋友。不过你不要害怕，你是开赌场，我会在赌桌上和你算账。四哥，我恨了，我老板，走开！你听见没有？龙四要和我赌啊，他要和我赌钱呢。龙四。 他是赌神，大，怎么搞的？这才9个小，定错了方位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啊！我再来，就像您快点，不行，找个出煤气的地方去。哎，哎，上来，来。 先生，能不能帮我下注啊？好，反正我没本钱，赢了一人一半。那要是输了呢？我没输过。龙四来找黄海还钱，可黄海不但没把钱还给他，还找人去暗杀龙四。于是龙四决定以赌的方式来教训一下黄海。刚好一个赌徒找到了龙四，想让他帮忙下注。哎呀，杏儿，你扔错地方了，卖3个亿啊！咱们跟着买吧。一赔36，这才好玩。嗯，买好了没有？嗨，一包子。 哎呀，真的叫了，哈，没钱。赌徒高兴的一边收钱，一边跟龙四道谢。龙四让他把其他的钱再压到二豹子上。此时，赌徒好心的劝龙四见好就收，凭我的压下去。咬牙也是压你那半，我这份得留下了。龙四看他心眼挺好的，于是便说这次赢了也分他一半。结果真又开出了二豹子，来定一手，嗨，二豹子。赌徒看到后也是愣住。 他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龙四让他把给他的一半拿去，然后又让他把其他的钱压到三豹子上。开3豹子，又奇怪了，开4豹子。就这样，龙四把所有豹子都压了一，此时赌徒感觉到不对，以为他是个大老千，怕会连累到自己。这就算是大老千，说不定把我也连累了，快走吧！快点去见魔鬼。随后，黄海找来了名震上海滩的骰子高手。 洪长奎外号骰盅魔鬼，分为1粒骰子，掷出21点，而名震上海滩。洪长奎摇好后跟龙四说，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重新再买。只见龙四用手轻轻的敲了一下桌子，骰子立马就变成了3个。我开了。洪长奎慢慢的把手放到骰盅上，不料骰子立马又变回了3个。正当他准备要揭开骰盅的时候，龙四从兜里掏出1块钱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想再买1块钱。”开啊！围观的人让他开。 洪长奎颤抖着揭开骰盅，3个5，龙四又赢了。他怎么变的？住口！随后龙四又继续把所有的钱都压到了6豹子上。群魔乱舞，
这时，红长魁也使出了他的爆炸招，群魔乱舞。群魔乱舞是骰子不停的转，公开骰停，可以防止高手偷听骰子，而且决定权在自己手上。红长魁使出了自己的爆炸招，群魔乱舞，围观的群众都在期待着揭开的一瞬间。这时，龙四把掉下来的一打钱捡起来，然后使出一招三龙会再把钱放了上去。当揭开骰中的那一刻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只见三个六被死死的定住。就这样。 龙四又赢了，让我把钱拿到翻摊那儿。翻摊哪呀？怎么可能？随后龙四又来到了翻摊的牌桌上，这次黄海请出了号称神奇无定手的唐皇来对付龙四。请下注，全美二，二。买好离手，此人两手出神入化，随心所欲，可就算他再厉害，在龙四面前也只是等闲之辈。只见龙四用一个硬币，就直接让他放出来的白子又退了回去。弹开二，就这样，从来没试过手的唐皇。 没想到今天却败给了龙四。有对付龙四，现在我是面子让你丢尽了。面子算什么？让对付龙四，还有八大天王。随后黄海又找来了八大天王来对付龙四，而他们接下来要玩的是21点。法国天王上贝蒙梭，外号天眼；美国天王约翰甘，外号超级雷达；日本天王宫本洋介，外号破坏；意大利天王伊索麦里尼，外号白金手指；英国天王塔莎史密夫，外号。 无限计算机，而上海的赌力21点用21副牌。取验牌，中国南天王陈家国，外号千手如来。黄海请八大天王到赌场来对付龙四，可龙四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他们玩的是21点，而且还用了21副牌。21点，21点，21点，21点。只见八大天王的牌面上都拿到了21点，龙四则是拿到了2点。分不分？有21副牌就有84张 ace， 龙四把牌分开，结果84张全被他拿到了，而且全部都是21点。不好意思，84个 ace 我全拿了，全部是 blackjack。 中国天王见龙四如此厉害，于是他让龙四坐庄，和他们7个人赌，而黄海还特意找来了14无敌神算手来对付龙四。你介不介意我们换一个人发牌？好。结果不出所料，第一局龙四的牌就被神算手算得清清楚楚。 庄家16点，16点一定要牌，6到King都要爆，来23点，也要输。我的机会是1/250，龙四输的机会超过90%，最大的可能10J亏。26点，爆了。我们23人对他一个人，这回我肯定赢。到了第二局的时候，黄海通过仪器看到了龙四的底牌，龙四脸上是黑桃 Ace。庄家牌面是Ace，有人买保险吗？不买，龙四是庄家，他手的 Ace 一定要当做11点，他的牌面是12点，只要来个人头。 经过14无敌神算手的计算，他让几个天王全都不要牌，让龙四要牌爆掉。可当龙四揭开牌的时候，庄家20点通吃，就算神算手算的再怎么厉害，终究还是敌不过龙四的灵犀一指。随后黄海拿出动过手脚的牌，让人去给他们把牌换掉。果然换了牌以后，龙四的灵犀一指就不好使，可这又怎么难得到龙四呢？他既然动不了自己的牌，那就控制他们的牌。后台的神算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明明算出很高的概率不会爆，可牌发到天王那里还是统统爆。黄海安排发牌的荷官，在派牌的时候做手脚。要不要牌？可龙四一眼就看出了破绽，只见龙四用手碰了一下荷官的手，下面的牌就瞬间发生了变化。慢慢来，21点，龙四又赢了。聪明，日本赌姬那
八大天王加上你，一共23个人来对付我。王海，你实在太看得起我了。龙四，我还没跟你赌呢，你还有猪马吗？我还有这个赌场，你要拿到青龙的话，这个赌场就是你的。最后，狗急跳墙的王海站出来，准备跟龙四做决一死战。他把整个赌场压了出来做赌注，可就凭他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又怎么会是龙四的对手？王海。 你叫我太失望，这条青龙留给你吧。龙四从赌场出来后，他来到小黑家，他将小黑的房子买下来送给他。外面有辆新的黄包车，是我送给你的。听到车是龙四送给小黑的，小黑母子二人感动的连忙跪下来给龙四道谢。同时，隔壁大块金家里的房子也突然着火，小黑正准备要出去帮忙救火，龙四却把他叫住了。原来大块金家的火是龙四放的。 就在龙四刚到上海的时候，大块金得罪过他。大块金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于是他连忙跪下来给龙四磕头认罪。龙四喜欢别人尊重他，别人尊重他，他也会尊重别人。龙四拿下黄海的赌场后，他准备继续扩展，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董其善。董其善身为上海的赌业巨头。
自然也是很嚣张。董老板，我好像不认识你啊，我叫龙四。如果你想叫我帮你管理大力赌场，那就免了吧，我对小赌场没什么兴趣。我知道上海的赌场差不多都受你控制。不是差不多，是全部，小的不算。大赌场全上海有28间。什么？我没数过。我想分你14间。你放心，我很尊重你父亲董放先生，所以我要你分给我一半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这样等于是自杀。董老板，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。董其善平时嚣张跋扈惯了，怎能忍受龙四的公然挑衅？随后便安排了几位高手到龙四的赌场去。罗扎加士纳，英国赌王，外号偷天至尊；彼得 J 莫亚，美国赌王，外号幻天至尊；二人合称双天至尊。赵成佑，外号智多星；杜百川，外号闪电手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赢了很多钱。随后，蓝鹰把他们带到贵宾厅，准备跟他们较量一下。可蓝鹰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？现在四家都是21点钟。不知道庄家多少点呢？庄五点，要看。就在蓝鹰以为要输的时候，龙四回来了。四哥，他们口气太狂妄，没办法，授人钱财吧。赌场无父子。好，那就开牌。龙四用灵犀一指敲了一下牌，然后让蓝鹰开牌，结果也开出了21点，这局打和。随后龙四亲自上阵跟他们玩。前两局龙四并没有使用签数，只是想试探一下他们。到了第三局，龙四要认真了。他只拿到两张牌就把钱全部压了出去。我赌钱从不连输三把。杜百川和赵成佑看龙四要认真玩了，两人直接选择弃牌。可两个老外正在兴头上呢，不仅跟着全压了出去，还让龙四压上自己的招牌。我怕四海赌场的招牌你们拆不了。 So just what is the value of Safe Eye Casino? 不多，只能买你们俩身上的这套行头。 OK, if I beat you long as day, the sign has to be demolished.If I lose, I'll take off everything and I'll walk off naked. OK, 发牌吧。此时二人牌面大小相同，两个老外使出了杀手锏双天宝至尊。龙四见状直接使出了黑马过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牌换走。老外信心满满的亮出底牌。你们外国人赌钱方块二可以当黑桃听的吗？随后两个老外只能按照约定剥光走了出去。董其善知道此事之后很是生气。全是废物，四个对一个也会输。怎么搞的？随后他找到龙四，给他下了战书，准备亲自跟他赌一场。后天五点钟在帝皇赌场奉陪。还有要带20万现金来，少一分钱也没资格上赌桌。没问题。好，就定后天五点钟帝皇赌场。龙四拿出赌场所有的钱，也凑不足20万现金。为了筹到20万现金，他决定去找上海的首富宋子由。宋子由，人称 TY 宋，上海国际中心银行行长，上海首富，手上流动资金接近1亿。以当年个人每月平均工资为20元来计算 ，TY 宋所拥有的财产相当于现在的40几亿美元。TY 宋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就等于钱。宋子由先生，我是龙四。我似乎不认识你啊。宋先生能做上海银行的第一把交椅，没理由不知道上海每天发生的事。OK。我想借20万。20万在上海最好的地区可以买整栋的 office, 你不知道吗？如果借的少，我何必来找你？我又为什么要借给你？龙四，那笔钱什么时候要？现在。龙四只是这样轻轻划了两下，为什么宋子由就借给了他20万呢？仔细看，一副新的扑克牌在他眼皮底下被龙四换来换去，这样神乎其技的签署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。龙四将来一定是上海滩的新赌王。第二天，龙四带着借来的20万来到帝皇赌场。各位，今天赌局的双方是帝皇赌场的董其善和四海赌场的龙四。今天的赌局是对赌休汉，没局数限制，没时间限制，直到任何一方退出为止。赌局正式开始。在赌局开始之前，董其善觉得红色的牌不吉利，于是便要求把牌换成蓝色。我要换牌，红色不利我，我要蓝色。换牌。董其善为人嚣张跋扈，才第一局就要和龙四全压，并还让龙四压上刚赢黄海的那间赌场。经过现场一番核对之后，龙四也没多考虑，直接按照他的意思将赌场压了上去。双方收黑，说话权作废，发牌。龙四，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董其善身为上海最大的赌业巨头，自然签数也不会太差，但是论签数，龙四自然是更胜一筹。龙四使出签数黑马过零，轻轻松松的就赢下了第一局。4张 ace, 龙四，你的底牌不会又是黑桃 ace 吧？龙四，4张 ace, 赢。在接下来的赌局中，董其善的自信已经被龙四彻底打垮，
他带到赌场的现金很快也被他全部输光，只好又叫手下到银行取钱。给我到银行换100万来。可能所有赌徒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越输越上头，越上头越想捞回来，可是越想捞输的就越多。就这样，董其善银行里的钱也被他输个精光。我就不信一把也赢不了你，来，再给我到银行拿100万。董少爷，还不是？董少爷，银行都没钱了。我有30间赌场，有本事你就全赢了。我不信能赢我全部家产。董公子，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上海的赌场，我们一人一半。此时，龙四好心的劝董其善，自己只想分掉他的14间赌场，可董其善是真的上头，给了台阶都不下，并且还要拿出自己的16间赌场来做赌。方块 A 说话，每次都是你叫受害，这回轮到我说话。你全部有多少钱？563万。算算我的。闸北赌场219000，虹口赌场824000，总共16间赌场，共值562万4000，还差6000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我连6000都不值？赌场是不分阶级的，任何人不能赊，不能借，不能押宝。6000块。我无所谓。赌局继续。龙四，你这把摆明是冤家牌，你下的注码那么大，一定要公平一些。我要上海赌业协会会长杜琛先生给我们开牌，不是碰牌，黑桃 S 一张，开他的牌。如果他是黑桃 S， 证明他出千。哎，会长，小心点。龙四，同花顺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没 S， 不可能。董公子，修仙除了赌运之外还要赌阵儿，你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。龙四，你以为你一定赢？我还有14间赌场，有本事全拿去。来，我算算我剩下的赌场值多少钱。经会计师行点算过，总值1150万。嘿嘿嘿，你那间大力赌场只值20万，我正好多了20万，我就跟你赌大力赌场，就跟你赌财产。哈哈哈哈哈哈。随便，我跟。真这么有信心？我只带了20万，能够赌到这样的注码，对我来说已经算赢了。等你的底牌一看，是一无所有。胜者为王，愿赌服输。我到上海只有几天，输了也无所谓。但你那20几间赌场要输了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别跟我玩心理战，我可不吃你这套。不许笑，我讨厌你这样。龙四让他开牌，董其善看看自己的牌，再看看龙四淡定的样子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于是说自己要上厕所。我要上厕所。来到洗手间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龙四的牌面明明都是小牌，为什么还要跟？最后为了保险起见，董其善撒谎说自己身体不适，要求封牌3天。今天是1928年1月19日，即农历12月27日，3天之后的5点30分，在这里重开赌局。根据国际惯例，如果任何一方不能出席者，就当输论。原来董其善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他只是想在这3天之内让龙四消失，只有这样做才能保住自己的产业。龙四也猜到了董其善的把戏，为了不连累其他人，他决定和蓝英搬到赌场去住。此时董其善手下聂刚反对他这样做，但董其善的父亲对聂刚有恩，为了表达忠心，他只能接下去杀龙四的差事。在动手之前，他找到好友李毅探长诉说这件事，李毅则是希望他坚持自己的原则。随后聂刚找到龙四，还不开枪？你赌我会开枪。你要我下注的话，我一定输，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开枪，因为我相信你是个重义气的人。你输了。如果要我选忠心和义气，我选忠心。不是，我把龙四杀了。办妥了吗？办妥了。好，干得好。得知聂刚杀了龙四，董其善大喜。而另一边，一个胡子哥路过刚才的事发地点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龙四，并且将他带回了自己公司救治。碰巧龙四的13弟常坤也在这家公司，眼见受伤之人是龙四，就询问胡子哥在救人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其他人。当得知没有其他人的时候，常坤连忙巧言拉着胡子哥出去喝酒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常坤便干掉了胡子哥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救龙四的功劳占为己有。随后常坤带着精通医术的顾廷宽来救治龙四，与此同时，董其善又派手下杜百川来做掉聂刚，可杜百川并没有杀他，还把真相告诉了聂刚。此时的聂刚似乎看清了一切，自己就是一枚棋子。随后聂刚再次找到龙四，希望他能原谅自己。如果你不杀我，那我一定要杀你，可是我又杀不了你。要我看着董家没落，那我生不如死。如果你肯杀我，我就对得起董家，也对得起自己。人要想终生无憾真是太难了，想不到我聂刚一生光荣，最后还要做个懦夫。四哥，我敬重你是个英雄，我希望你同样敬重我，难道你就不肯成全我吗？四哥，是时候去赌场开牌了。我还有点事。赌场见。1928年1月22日下午5时23分，龙四与董其善之战最后期限前2分钟
决胜局。现在等什么呀？龙四这发挥输，肯定不敢来了。根据赌力，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分钟。好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对不起，董其善怎么也想不到龙四会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。现在桌面上的筹码一共有1126万，外加14间赌场，赌局即将开牌，最后一张底牌将决定他们的胜负。反正胜负已定，谁先开都一样。我先开，我没什么，一个 ace。知道我就不装病了。龙四，我知道你是玩心理战。我这一对king。正当董其善得意洋洋的时候，龙四却说道：会长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他出千。你说董其善出千，有没有证据？证据很简单，你看他的红心 king 什么颜色。这一刻所有人都懵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刚刚，董其善开牌时，龙四快速使出他的爆炸招无敌必胜手，把牌飞了出去，常人根本无法看到。然后龙四的红牌就把董其善的蓝牌推走。你相信我，董先生，你明白赌力的，凡是出千者不仅是当输论，还要砍手。龙四，你害我。快走，来人。就这样，董其善输了，还输掉了自己的所有家产。昨天还是上海赌业大亨的董其善，今天却一无所有，沦落街头。而龙四却一夜之间成为了上海的皇帝。之后龙四找到上海首富宋子游，还给了他100万，当初跟他借了20万，现在给他100万，80万算是给他的利息。宋子游也是一个有远见的人，他直接给龙四在自己的银行开了个户头，将龙四给他的100万存了进去。龙四这个人真不简单啊。几天后，龙四请火车上结拜的人一起吃团圆饭，他还准备将迎来的赌场分给他。他说请我们吃团年饭的，现在他最不准时了。我在这儿，我一直在这儿，我是去厨房看看做什么菜给你们吃。哎，四哥，我们每个兄弟都露了一手，现在就差你了。好啊，今天是团年，大家高兴就来一首风起云涌。赌神龙四请在火车上结拜的人一起吃团年饭，兄弟几人一上来就各自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绝技，而他此次的目的是准备将赌场分给他们。其实我今天请大家来除了吃饭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想把我们这么多赌场分给大家。分给我们？对。此时耿直的徐大山立马站出来说道：你当我徐大山是什么人？我来吃这顿饭是叙旧，不是因为你发财。老二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在火车上结拜的时候说过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要是说过的话可以不算数，我龙四无所谓。经过龙四这么一说，兄弟几人也都没有了意见，徐大山也为刚才的行为向龙四道了歉。我接收了董其善全上海13区一共26个赌场，不用慢慢分了，就一人一区。随后龙四找到上海总巡捕最高领导荣兆天。荣兆天，总督察长，古人称荣总，上海华人警察最高领导人，控制所有华人警察，无所不探。过去董其善把赌场的利润分30%给你，我现在改为10%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用我的方法管理赌场，收入肯定比以前增加10倍。换句话说，你所得的10%等于董其善以前全部收入。荣兆天一听能拿到以前几倍的分成，有这种好事他又怎么会拒绝呢？于是便立即答应了龙四。龙四从巡捕房出来后，他来到小黑家，因为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所以他特地来给小黑他们母子二人拜个年。我特地来给您拜个早年。哎呀，不敢当啊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哪敢劳烦四爷来给我拜年呢？礼物收到了吗？哎，收到了，收到了，都收到了。不过什么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尊重我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啊，以后好好干活，多孝顺你妈，有什么事来找我。嗯，龙四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，小黑之前帮过他，所以他也不会忘记别人对他的好。同时从新装修过的赌场也在大年初一这天正式开业。时间差不多啊，还有5秒。好，开始数。倒数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恭喜恭喜。四海赌场正式开张。1928年1月23日岁次戊辰，龙年正月大年初一，龙四正式成为上海赌业大王，掌管全上海大部分赌业，距离龙四抵达上海只不过7天。谢谢谢谢，给大家发红包啊！谢谢老板，谢谢啊！大家听着，今天四海赌场开幕，本来我是不准伙计们赌钱的，不过今天是龙年大年初一，我就破例让大家赌一次。龙四重新装修过的赌场，在大年初一这天也正式开张营业。
龙四也正式成为了上海的赌业大王。而距离他来到上海还不到七天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唯独龙四看起来心事重重。蓝英见状过来问了下龙四，没事了，你去玩玩吧，你去吧。随后龙四来到大街上，看到街上的人都在热热闹闹的迎接新年，不禁让他想起了七年前的往事。龙四，你被捕了，你以为可以打赢我的部队吗？你被包围了，放眼下。孟非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，龙四？为什么？钱就这么简单？我们30年的交情就值这点钱？已经很多了，拉他出去。这天常坤约见总巡捕房一个伙计，只见常坤给了他一袋东西，里面装着一些钱和一些文件。原来常坤打算在四条马路自己开一家赌场，但是想要在四条马路开办赌场，那就必须要得到一个人的同意，那就是李毅探长。你刚才说四条马路那位巡捕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毅，上海人都喜欢叫他李毅探长。李毅，上海四条马路区马巡，也就是现今之奇景，全上海唯一不贪污的巡捕。李毅除了是上海最难缠的探长，同时他曾经也是龙四的徒弟，而且他以前的名字叫做沈胜天。自从龙四出事后，他就退隐了江湖，来到四条马路做起了巡捕。还记得吗？我以前教过你这招，黑马过林。忘了？真的忘了？当年只有你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学会。没别的事，我上班了。如果你肯回来，上海就是你和我的。上海是你龙四爷，我只是个普通的巡捕。这天李毅到火车站送人，常坤为了能在四条马路顺利开赌场，于是他就失计，让自己的结拜兄弟和李毅产生矛盾。他先是叫人去找老八，告诉他说李毅约他到火车站有事，随后他又打电话给老二，说老八在火车站出事，让他们赶紧过来。可就在老二和老三赶到火车站的时候，刚好李毅也来到了他们后面。这时有人直接从后面给了老三一枪，李毅听到枪声立马拔出自己的枪，这时也正好被老二看见，从而认为是李毅在后面开的枪。就这样，常坤只是略施小计，就使得李毅陷入了自己的陷阱中。另一边，龙四刚从外面出差回来，而火车站外面却有人盯上他。呀，一个小伙来到火车站刺杀龙四，可有蓝鹰在龙四身边保护，他又怎么可能会成功？兄弟，我龙四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很简单，你杀死我恩公，所以我要为他报仇。谁是你恩公？聂刚。原来小伙是来给聂刚报仇的。就在之前，小伙刚到上海的时候，聂刚曾经帮过他。没钱吃饭是吧？我本来有点钱的，刚才去看病全给大夫了。你有病？不是，我让大夫治一头牛。哦，坐吧，我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你借给我就行了。老板，来一碗白饭。绍兴酒，大白饭一碗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饿极了，我先吃了哈。在他没钱吃饭的时候，聂刚不仅请他吃了一顿饱饭，还帮他解决了一场牢狱之灾。谢谢你，你是我的恩人，聂爷。叫意思，来，把饭吃完了。虽然是一碗饭之恩，我也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就是这一碗白饭之恩，让小伙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，也要找龙四报仇。聂刚怎么有恩于你？他借钱给我吃饭。就这样？是，你这种人不会明白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挨过饿。龙四看小伙重情重义，也不再追究于他，于是便让手下把他给放了。放了他。另一边，徐大山兄弟几人来到了四条马路，而他们是冲着李毅探长来的。就在前一天，常坤使用计谋，让老三在火车站被人从后面开了一枪。冲动的徐大山以为是李毅在背后开的枪，所以他今天是来找李毅给老三报仇的。李毅，出来！我这管枪是要取你一只手还老三的。小北，这事跟你们无关，先进去吧。探长。李毅为了不连累到其他人，于是便让手下先进去，自己一个人来处理。就在小闸北他们刚进去的时候，徐大山兄弟几人都纷纷掏出了枪，对准了李毅探长，而李毅却不慌不忙地把手放在了腰间。就在几人紧张对视的时刻，忽然龙四赶过来，从后面打断了他。住手！都把枪放下。老四，把打断老三的手，我不能这么放过他。老二，我们先回去，我要弄清楚这件事情。弄什么？已经很清楚了。这算是给我面子好不好？不行，这样回去见老三怎么对得起他？你冷静一点。我已经很冷静了，要走你自己走。二哥，你不能这么对四朵。老二，如果老三真是他打伤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我龙四说一句是一句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们走。探长，刚才总巡的人到学校去把雪儿抓走了，他们说要你带透明去交换呢、啊。龙兆天在哪？龙总他不在这里。喂，干什么？龙兆天在哪？他在四海赌场。得知龙兆天在赌场，于是他又来到四海赌场找到荣兆天，他直接跟荣兆天放出狠话，让他今晚就把人给放了，不然明天他就要到总巡要人。可李毅回来等了一夜，也见不到夏雪儿被送回来。探长，总巡那儿没动静。探长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留在这儿帮我看着安安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为了救出夏雪儿，李毅单枪匹马来到了总巡捕房。此时巡捕房内的伙计还不知道危险来临，都还在一旁玩乐。就在此时，李毅推门而入，看到他的到来，巡捕的伙计都纷纷站了起来，
向着李毅围了过去。我来要人的，家学儿在哪？此时领头的使了个眼色，后面的人便向李毅发起了进攻。可没想到，李毅不仅枪打得好，身手也是一流。几个回合后，众人就被他打得人仰马翻。忽然就在此时，一个巡捕拿枪对准了李毅。大家都是巡捕房的人，李毅不想把事做绝，可没想到那人居然向他开了一枪，这直接把他的怒火都逼了出来。把夏雪交出来！就在那人还想开第二枪的时候，李毅快速拔出枪打掉了他手上的枪，周围的伙计也纷纷掏出自己的枪。可还没等他们开枪，李毅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要知道李毅能在上海滩立足，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赌术，而是靠他那一双无人能及的快枪手。很快房间内的巡捕就全军覆没，可即便如此，李毅还是身中数枪，可他依然坚挺地来到了荣兆天的办公室外。荣兆天也没闲着，端起喷子对着门就是一顿输出。一阵浓烟过后，突然两颗子弹直接射中了两个手下。此时李毅推门而入，对着周围连开数枪。一阵枪响过后，当荣兆天再转过头时，李毅的枪已经抵在了他脑门上。就这样，李毅成功的将雪儿救了出来。然而李毅也因身中数枪昏了过去，幸好步庭宽及时帮忙救治，这才度过了危险。想不到李毅这么厉害，真有办法。不过他不够聪明，你知道男人最容易误事是因为什么？抢猪头，是为了女人。徐大山兄弟几人来找李毅报仇，见李毅不在，于是便把小闸北给抓了起来，还逼着他吞下了几粒骰子。就在要给他吞下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李毅突然回来了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李毅终于给出来了。你们每个都是千门中有面子的人，给欺负一个黄毛小子。愿赌服输是千门的规矩。他根本不会说什么千门规矩，要赌就光明正大在赌桌上。你现在装着清高，不让我们弟兄在四条马路开赌场，我徐大山就要开。不用动手，有事在赌桌上解决。为了能保住上海的最后一片净土，李毅决定以赌的方式来解决，还说自己会请赌侠沈胜天来当代。什么赌侠沈胜天？我徐大山他就见识见识。如果四条马路赢了，你们以后就不准踏进四条马路半步。如果你输了，我亲手将四条马路和我任由你们处置。好，三天之后四海赌场见。就这样，他们约了三天后在四海赌场。三天之后，李毅戴上了自制的面具，他孤身一人来到了四海赌场。今天的赌局以五局为限，先赢三局者为胜。赌局为五局三胜制，第一局是常坤先出来跟他赌，而他们的玩法也很简单，就是从15副牌中抽出三张来比大小。对赌双方各有纸牌三张，常坤黄色，沈胜天红色。两位请开始。黄牌常坤，黑桃 S 一张，双方黑桃 S 各一张。为了保住上海的最后一片净土，赌侠沈胜天决定重出江湖。他们的赌局为五局三胜制，第一局是常坤来跟他对赌，而他们赌的方式也很简单，那就是从15副扑克牌中抽出三张来比大小，前两张牌双方都顺利的拿到了想要的牌。到了第三张的时候，只见两人同时扔出了手上的纸牌，两张纸牌在空中旋转一会之后，常坤的黄牌顺利的插入了扑克牌中，而沈胜天的红牌则是转了过去。只见他用手弹了一下纸牌，红牌也顺利的插进了扑克牌中。当裁判去拿牌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红牌黑桃 S， 沈胜天黑桃 S 三张，常坤黄牌失踪。果然是赌侠，我输了。随后常坤起身来到扑克牌面前，他拿起沈胜天的红牌，只见一张黄牌从红牌中间掉了出来。我的黄牌被沈胜天的牌给暴露。第一局沈胜天赢了。到了第二局，这局来跟他对赌的是冲天炮徐大山，而这次他们赌的是听骰子。桌面上有120颗骰，双方都可以随意取用，只要能猜中对方的点数，那就算赢。徐大山率先出手，只见他用力一拍，桌上的骰子和骰盅都腾空而起。没一会功夫，他就将桌上所有的骰盅都摇好了。你一个骰盅都没有用，我猜你一点都没有。总共有120颗骰子，你用了12个，每个盅里面有10颗，这两个全一，这两个全二。看着沈胜天一丝不差地说出了自己的点数，徐大山有点慌了。当裁判准备揭开最后一个骰盅时，沈胜天直接按在了裁判的手上。这个盅只有9颗骰子。当看到里面只有9个骰子，徐大山站了起来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会少了一颗。在我这儿。当沈胜天把手上的骰子拍到桌上时，就注定了徐大山已经输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猜对沈胜天的点数，而沈胜天却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所有的点数。周围的人也很好奇，沈胜天是怎么拿到那颗骰子的。徐大山还想狡辩，却被裁判给制止了。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这一局徐大山输。哼！第二局沈胜天又赢了，徐大山怎么也想不通沈胜天是怎么拿到自己的骰子的。这时常坤出来给出了答案，原来就在沈胜天按住裁判手的时候，他全身的力道通过骰盅，直接把里面的一颗骰子逼穿台底。骰子碰到地面后，又反弹回来，再次击穿台面，来到了沈胜天的手中。这正是沈胜天的独门绝技暴风雨。李毅真的会赢？
李毅赢不赢我不知道，但赌侠沈胜天一定会，只要他想赢，我的十一个兄弟一定会输。沈胜天这次重出江湖，我希望他还是从前的沈胜天。到了第三局，对面直接派出了三个人一起来跟他，这次他们玩的是梭哈。赌局已定，没有说话下注权，只有牌大者先拿牌。三人在荷官洗牌的时候都记住了牌，为了能让其中一人拿到好牌，两人在要牌的时候都纷纷选择了弃牌，从而能让赵成佑顺利的拿到想要的牌。赵成佑以为自己赢定了，于是他便加大了注码，如果自己赢了，他要让沈胜天当众摘下面罩，如果自己输了就砍掉一只手。沈胜天也爽快地答应了他。可当他们翻开底牌时，沈胜天只有一对八，从牌面上来看是赵成佑赢了。就当裁判准备宣判结果的时候，沈胜天却说了一句话：班长你出千，我们用的牌是红色你验牌。这一幕让他们想起了龙四的爆炸招无敌必胜手，怪不得沈胜天那么淡定，原来他早就想好了必胜对策。根据国际赌例，以桌面的纸牌为准，沈胜天五张牌全部红色，赵成佑五张牌有四张是红色，一张是蓝色。你欠我一只手，根据赌例玩出千者斩首，就是说我输了你一双手，我暂时不想要，就用你这双手保我四条马路的平安。他是上海唯一一个不贪污的巡捕，他不仅签数厉害，枪法也很惊人，所以在四条马路没人敢去惹他。可当他的赌侠身份被揭穿后，各种麻烦也随之而来。自从上次放了荣兆天一条生路后，他便怀恨在心，于是便利用自己是总探长的职务准备围剿四条马路。李毅为了不让百姓受牵连，所以让百姓们都藏起来，自己一个人来应付他们。此时大批巡捕已经赶，可李毅却还在闭目养神，直到对方把这里团团围住，他都没睁开眼睛。只见一名巡捕准备开枪打他，不料却被李毅抢先一步，直接当场饮恨西北，这一枪直接引起了一阵骚乱。就在此时，荣兆天也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，李毅也慢慢的睁开眼睛，然后坐了起来，两人相互用眼睛交流了一番。随后荣兆天走到一旁坐了下来，只见他慢慢的掏出了枪，然后对着天空开了一枪。听到枪声响起，他的手下也开始射击，李毅一个转身躲过所有子弹，同时他也开始回击，他把街上的广告牌都打了下，可即便如此，却依然不能阻止巡捕前进的阵容。此时李毅也不在手下留情，开始对着冲过来的巡捕开枪。而当他看向荣兆天时，荣兆天却给了他一个阴险的表情，李毅直接给了他一枪，不料荣兆天却直接把旁边的人拉了回来，而这时他枪里的子弹也打光，只能迅速的躲到一旁给枪上子弹。巡捕也被打得不敢进攻，只能小心翼翼的向前靠拢，直到所有人聚拢在一起才敢上前查看。可等他们上前查看时，发现李毅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当他们抬头向上面看去之时，随着枪声不断响起，下面的巡捕也开始一个个倒下，现在的李毅就好像是死神附体，没一会功夫就把他们全部打趴下。可当他来找龙兆天时，人已不见踪影，巡捕也失去了反抗能力，还祈求饶命，李毅也不再对他们射击。而就在此时，一群老百姓冲了出来为李毅喝彩，可李毅知道事情还没结束，于是对着他们大喊快走，走，你们回来干什么，快走，走啊。尽管李毅十分着急，可群众却没有一个离开。突然一阵声音引起了李毅的注意，回头一看，一群囚犯手里拿着枪，脚上拴着铁链，正在向李毅靠近。此时的李毅升起一股怒火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荣兆天为了对付自己，居然把牢里的囚犯都带了出来。李毅不想伤及无辜，只能被逼得一步步往后退。这枪可是都有子弹啊，你看啥，谁要是打死李毅，马上不用坐牢，还可以得到奖金。李毅让老百姓赶紧离开，见此情形，老百姓们也纷纷躲了起来。李毅面对眼前的一幕也是无可奈何，为了阻止犯人继续前行，李毅对着地面连开几枪，有的囚犯准备逃离，却被荣兆天当场打死。谁要是敢走就打死谁。没办法，为了活命，他们只能继续前行，李毅也只好对着他们上面的广告牌射击，从而来阻止他们前行。打落的广告牌砸向他们，只听到地上一片哀嚎声，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，李毅也是于心不忍。就在此时，满脸得意的荣兆天再次对着囚犯开枪，这直接把他们的求生欲都逼了出来，都纷纷拿起枪向着李毅冲去。李毅很无奈，只好打掉他们手上的枪。这时一名白发的老伯捡起了地上的枪，他对着李毅的方向直接开了一枪。李毅想开枪打他，可当他看到老伯一脸痛苦的表情，此时的他心软了。可没想到老伯又向他开了一枪，直接打中李毅的右臂，手里的枪也掉到了地上，而后面的人也拿着枪纷纷站了起来。我没办法，就在这时，
一群学生从一旁冲了出来，见李毅受伤，勇敢的小孩直接站在了李毅的前面，因为他们知道李毅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四条马路。这时一个小男孩大喊一声，向着对面的囚犯冲了过去，后面的人紧随其后。这一刻他们只想保护四条马路的守护神不受伤。就在他们与囚犯缠斗在一起的同时，突然枪声响起，场面也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李毅不忍心看着老百姓为自己受伤，于是他决定投降，从而换取他们的平安。他慢慢的走到人群当中，此时荣兆天也走了过来。当他交出自己手枪的同时，从没输过的男人此刻他输了。如果他能心狠一点，或许面前的敌人早已经去领了盒饭，可惜他做不到。而此时荣兆天也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探长，探长，探长！李毅探长为了不让无辜的百姓受到伤害，他选择了弃械投降，因为他知道群众的生命比他更重要。看到常坤在上面一脸得意的样子，李毅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在幕后搞动。就这样，李毅也被正式收押。几天后，法庭公开审理他的案子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身为上海唯一不贪污的巡捕，既然以贪污的名义被起诉。在法庭上，李毅也并没有为自己辩解，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再怎么辩解，结果都是一样。本席宣判被告李毅贪污罪名和谋杀罪名成立，判处被告还手死刑。就这样，李毅被判了死刑。就在要退庭的时候，李毅终于说话。戏演完了吧，法官大人？我想说几句。我一直不说话不等于我默认，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说结果都一样。很多人以为自己赢了，其实他心里明白，找了几十个假证人，几十种假证物诬告来定我的罪，这只能证明一点，他是懦夫，他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。你们不觉得可耻吗？你们每一个都很有本事，为什么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？还有什么脸面在上海立足？我之所以保住四条马路，因为我觉得那里是人间的净土，上海的希望。四条马路在上海只不过占千分之一的面积，为什么你们连一个小小的空间都不能容纳？是因为有些人别有用心，自私自利，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杀人放火。李毅在法庭面前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，可那些坏人又怎么会听得进去？另一边，岑小金来找到龙四，他希望龙四能把李毅救出来，可龙四却说自己帮不了他。只要龙四跺一下脚，全上海都要震三下。龙四要救一个人，能救不了吗？你错了，我们手上只有一个 ace， 要把这个 ace 变成一个 king，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。我们只能做到把这个 ace 换成一个 king， 但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手上只有这张 ace， 我没牌换。如果要救李毅，只有李毅自己。其实龙四不是不想救李毅，只是自己还没想好对策而已。为了想办法救出李毅，龙四决定豁出去了。于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岑小金，他让岑小金告诉雪儿，让他三天后去见李毅。我会带李毅到这儿来，到时候叫雪儿跟他会合，但千万别现在告诉他，三天以后再跟他说，因为我怕雪儿露出马脚，让别人知道我要救李毅。你要救李毅？随后龙四找来四国的领事商议，他跟他们说自己需要带李毅出来七天。一开始四国的领事根本不答应他，可没想到龙四却这样跟他们说。If you give me one foot respect, and you will be returned with 100. But if you won't be my friends, never mind, I will leave Shanghai. All together with my 39 casinos and 3,600 staff. May I remind you all, I can do that in one night. 听到龙四说出了这样的话，四国领事也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请求。随后龙四就来到了监狱，他将李毅从监狱带了出来，两人骑着马来到了一处空无人烟的地方。因为龙四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想在李毅临死之前能跟他痛痛快快地赌上一场。只见龙四从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，随后便放到了桌上。李毅看了看桌子上的牌，于是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龙腾四海，凤舞九天。就这样，两人开始了师徒之间的较量。他们从白天一直玩到天黑，玩累了就坐下来喝点酒，畅谈一下各自的人生。直到第三天的时候，这天早上龙四出去买吃的，李毅一个人呆着无聊，于是他找来了龙四藏的扑克牌。因为他知道龙四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喜欢在桌子底下藏一副扑克牌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副牌让自己丢了性命。因为这副扑克牌早已被常坤下了剧毒。而李毅也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在牌飞出去的时候喜欢用嘴去接牌。就这样，他在不知不觉中中了常坤提前下的毒。李毅已经开始有点神志不清，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还放不下，那就是雪儿。于是他就跑到了外面，在雪地里呼喊着雪儿的名字。而此时的雪儿也在龙四的安排下来到了这里。可就在两人刚见面的时候，李毅一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，随后便倒在了雪地中。就这样，一代风云人物就此饮恨西北。这时龙四也赶了过来，他俯下身缓缓地抱起李毅的尸体。我是向大北，想拜你为师。我不收徒弟。我求求你，我是向大北，请收我做徒弟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？李毅探长临死前叫我这么做的。向闸北来找龙四拜师，可龙四却不愿意收他，
但是闸北也不会轻易放弃，因为他答应过李毅要学会龙四所有的赌术。我死了之后，你一定要拜龙四为师，学会他所有的东西。但是我怕我做不到。我要你去做，你一定能做到。你为人正直单纯，赌就是要这样，不管别的，只要赢，切记父子。有的人光是练什么都学了。闸北，你要记住，学会龙四所有的东西。听着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收你做徒弟。另一方面，龙四查出了常坤的异常，他让蓝鹰24小时去跟踪常坤。这天常坤手里拿着一袋东西，准备出去见一个人，不料他却发现后面有人在跟踪他，于是他就躲了起来。等蓝鹰跟过来的时候，常坤早已经在这等着他。师哥，这么巧。是啊，这么巧。你没事做，没事就喝杯茶去。好，走吧。常坤借机约蓝鹰去喝茶。到了公车上，他故意把打火机丢到地上，就在他弯下身去捡打火机的时候，他偷偷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了座位下，随后又无所事事地捡起打火机，而蓝鹰也装作一副看不见的样子。之后两人便下了车，等公车到站的时候，只见一个扫地的拿着扫把上了车，他慢慢来到座位旁，他捡起地上的袋子。此人叫姚万吉，在龙四没坐牢之前，他是龙四的司机，李毅的死也跟他有一点关系，而他今天就是来拿常坤给他的钱。他满心欢喜地拿着袋子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地方，可当他打开袋子的时候才发现，里面装着的并不是钱，而是一些废纸。当他转过头时，却发现常坤也来到了这里，于是他拔腿就跑。可当常坤向他开了一枪之后，他便跪下来跟常坤求饶认错。常爷别杀我，你留下我这条狗命，以后也多跳狗给你看门吗？常爷，你已经多活了好几天，是你自己不珍惜的。不是这么没人情味吧？我以前也帮过你不少忙啊。龙四这么恨我，我还杀了李毅，他也肯给我机会。你说什么？龙四见过你？对，前两天他找过我，但是他龙四他真的肯放过你？对。姚万吉见求饶不行，于是就用激将法来应付常坤。可就在这时，龙四和蓝鹰也来到了这里。常坤怎么也不会想到龙四会跟踪他到这里，看到龙四走了过来，这时姚万吉准备溜走，不料常坤反手就给了他两枪，当场就领了盒饭。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杀李毅？姚万吉说你指使杀李毅，我都不相信。常坤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，我杀李毅跟你打垮董桥是一样。常坤面对龙四的质问，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其实龙四早就知道常坤有问题，他只是想给常坤一个机会。阮明涛，我没有死，你觉得很奇怪吧？你连中六枪都没死。常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有，我救过你一命。好，你想要上海的江山是吗？我就给你个机会，在赌桌上跟我要。真想不到，我终于有机会跟中国赌神在赌桌上较量。七天后，四海赌场见。你敢相信吗？眼前的这个男人竟然要跟自己的结拜兄弟抢江山，而龙四与常坤的兄弟情谊也到此为止。因为常坤不仅设计害死了李毅，还到赌场赢走了几个兄弟的命。随后常坤就找到了他们的几个兄弟。常坤，原来那天捣乱的人是你。常坤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。我不高兴人家这样说我。就因为丁有田说了一句让常坤不高兴的话，常坤掏出枪当场就给了他一枪，直接去领了盒饭。几人也是敢怒不敢言，因为在常坤的手中有他们签下的生死契约。愿赌叫服输，这是他签下的生死契，我们现在没用。这时丁有地站起来想去跟常坤拼命，不料却被几个兄弟拦住了。随后常坤跟他们说自己暂时还不会要他们的命，如果想要活命的话就拿赌场的契约去换。要是我们这么做等于叫我们出卖死哥，我们不会这么做的。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希望见到赌场的契约。常坤走后，几人陷入了苦恼之中，如果把赌场的契约交出去，那就等于是出卖了龙四，如果不交出去的话，自己的命可能就保不住。我看只好把赌场契约交给常坤。命是我们输的，赌场是老四的，现在常坤要对付老四，我们怎么能把四海交给常坤？一番商议之后，几人决定把赌场的契约交出来，但是屠心却不想因此出卖了龙四，于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龙四，把契约还给了他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刚走出龙四的办公室就拿起枪给了自己一枪。兄弟几人得知了老三的死后，也都纷纷的拿着契约来还给龙四，但是龙四又怎么会看着自己的兄弟去死？契约我是不会收回的，你们交给常坤吧。就是这样，以后我们就玩完了。四哥，四海是你的，就是你要我们这么做我也做不到。不错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。你们这是四条人命，四海赌场算得了什么呀？四哥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兄弟已经商量过，除非你有更好的办法解决，不然就别管了。好，给我一天时间，我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为了保住几个兄弟的性命，龙四拿着赌场的契约亲自找到了常坤，并把契约给了他，因为在他眼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此时的龙四还不想跟常坤撕破脸，毕竟他也是自己的结拜兄弟。在临走之时，他奉劝常坤，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四哥，我劝你一句收手。但在常坤的眼里已经被利益蒙蔽了双眼，龙四所说的话他又怎么会听得进去？回去之后，龙四把四海赌场暂时关闭，从而能想出破解千门幻术的破解之法。虽然龙四自己也会，但是他从来不用，功力肯定不及常坤，但任何签术都会有破解之法。就在这时，小闸北来到了赌场，
四爷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，打搅你了。扎北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关闭四海赌场吗？不想连累其他人呢、啊。因为龙兆天攻进四条马路之前的一天，李探长赶我走，他才可以专心对付敌人。你是他师父，相信你也是这么想的。他教会了你不少，但你还没开窍。你知道我这次和李毅那次不同，因为常坤有一招叫千门幻术。千门幻术是一种催眠，它能令你迷失，产生幻觉，所以叫做幻术。其实每种赌术都可以破。就这样，龙四带着小扎北在赌场研究起千门幻术的破解之法。另一边，常坤也没闲着，他也凭借着自己的记忆练起了龙四的黑马过灵，还有他的爆炸招无敌必胜手。龙四与常坤的巅峰对决正式打响，可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局常坤并不打算自己上场，而是让几个签了生死签的兄弟来帮他赌。龙四见常坤不按套路出牌，于是他也把小闸北喊了过来，替自己跟他们怎么赌。赌收黑，每个人十万，如果你们五个输了十万，胜色状就还给你们，如果你们赢了才十万的话，他们就要履行生死约，在赌局结束之后马上自杀。好，就这样，兄弟几人的生死全掌握在了这场牌局当中。赌局正式开始。黑桃 A 说话100，从桌面上的牌来看是小闸北的大，可他只下注了100，几人也都纷纷跟了上去。发到第三张牌的时候，小闸北的牌面都比他们的大，兄弟几人为了早点输掉牌局从而获得自由，雷天动直接下注5万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小闸北看了看自己的底牌是3，于是他便选择了弃牌。我不跟。几人也是十分无奈，面对这样一个不会赌的愣头青，自己想输给他都难，他们毫无办法。别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赢，而他们却要想办法去输。方块 S 说话。这把杜百川本想多下点，但是看了看小闸北，怕他这次又不跟，于是他只下了400。随后小闸北看了看自己的底牌，他也跟了上去。轮到赵成又说话，他直接下了5000。他们以为小闸北又不跟，可没想到这次他也跟了上去。跟武一队说话。喂，小闸北大胆一点，不用怕的。丁友地本想劝小闸北胆子放大一点，不料却遭到了裁判的劝阻。经过他这么一说，小闸北的胆子也明显放大，他直接说话5000。5000。其他人也都纷纷跟了上去。发到第四张牌的时候，赵成又拿到了1对6。从牌面来看，他的牌最大。赵成又看了看小闸北，怕下太多他不跟，于是只下了500。可没想到小闸北不仅跟了上去，还加注到5000。500，再大5000。好，我跟。我跟你再加5000。我也跟。我也跟。我也跟。我再加5万。当小闸北加注到5万的时候，几人也是大吃一惊，终于看到了希望，都纷纷跟了上去。你们不怕我是3个5啊？听到他说自己有3个5，几人都笑了，以为他真的有3个5。可等小闸北翻开底牌时，却并没有3个5。你不是3个5吗？不是想吓唬你们吗？原来小闸北只是想吓唬一下他，可没想到差点把他们害死。幸好小闸北的钱还没有输完，不然他们就真的要玩完了。我们已经出钱让他了。就是啊，我们明明都在让他嘛，想输给他都这么难。这次给小闸北害死了。在休息了片刻之后，赌局继续进行。杜百川牌面最大的是9，赵成佑牌面最大的是 K， 丁友弟牌面最大的是10，雷天动牌面最大的是皮蛋，而小闸北牌面上的牌却比他们每一个人的都要大。小闸北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全部压了出去。见此，众人都开心地跟了上去。为了能让小闸北赢得赌局，他们都纷纷使用了签术，把自己的底牌给变了。我最大是1个9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最大是 J， 我最大是 K。请开牌，小闸北，这次你赢了。慢着，你出签。我没有啊。没有，外面有4个4都已经出了，你怎么还有4？四人本想把牌变小，从而输给小闸北，可他们却忽视了小闸北手里的牌，导致开出了第5张4出来。你被取消资格，根据国际赌力，凡出签者不仅当输论，还要砍手。这次他们不仅没能解救自己，反而还让小闸北也丢了一只手。但常坤暂时还不想要他们的命。你们赢了钱，但是输了命，不过你们几条命也等龙四输了之后再跟你们算。随后龙四也来到了赌场，两人的巅峰对决也正式开始。双方准备好了没有？既然双方都准备好了，赌局正式开始，继续以收黑作赛，赌注不限。如果双方没有异议，赌局正式开始。荷官发好牌后，常坤拿到了说话权，他直接下注10万。龙四也二话不说，直接跟了上去。发到第四张牌的时候，龙四的牌面是1345，而常坤的牌面是1对老 K。常坤还是优先拿到了说话权，他直接把桌面上的钱全都压了出去。龙四也跟了上去。龙四，请先开底牌。小牌先开。就在龙四准备开牌之际，常坤却使出了千门幻术，手里的牌在不停的伸缩。见此情形，龙四也赶紧使出了千门幻术，只见他手里的牌不停的旋转。而这时常坤加大功力，只见无数的纸牌从他身后飞出，龙四也把手里的牌瞬间变大，随后便飞向常坤。就在常坤用手抵挡时，龙四乘机把自己的底牌方块三变成了黑桃二。就在他拿起牌的时候，手里的牌又被常坤击落，可当牌掉到桌面时，
却变成了方块三，而常坤这边翻出来的是一张黑桃 K。龙四三一队，常坤三个 King。旁边的人看的都是一脸的惊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龙四的不败神话居然被常坤给打破了。此时龙四提出要求，他要休息15分钟。随后龙四带着小闸北来到休息厅，龙四手里拿着牌对着小闸北再次使出了千门幻术，小闸北随着幻术慢慢的进入了幻境。可这次与之前不同的是，他居然没有了此前过激的，只是一时失了神，最后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龙四拿出一块怀表摇晃起来，可闭眼的小闸北根本不受影响，龙四也跟着闭起眼睛感受起来。等他睁开眼睛时，此时的龙四似乎也明白了，赌局继续。黑桃 King 说话，大家别浪费时间了。Show hand。常坤说完便把桌上的钱全都压了上去，龙四也只好跟着压了上去。等荷官发好牌后，龙四却提出了自己想要加注。我要加注。加什么注？我赌你的右手。再加一条命。龙四只是想为小闸北换回一只手，可万万没想到常坤更狠，居然要和他赌命。好，我跟。既然双方同意赌命，请双方签生死约。两人签了生死约以后，由常坤先开底牌，他拿起牌准备再使用千门幻术，可没想到龙四竟然摘下眼镜换了一副墨镜戴了上去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看常坤就不会被幻术迷惑。可以开牌了。常坤见此情形，他知道千门幻术已被龙四所破解，不过他有先开牌的权利，于是他就使用了龙四的黑马过岭，把自己的底牌变成了黑桃 A。 常坤底牌黑桃 A， 想不到他连四哥的那张黑马过岭都学到。可当龙四也翻开自己的底牌时，居然也是一张黑桃 A。 下面的人看着也是一脸疑惑，而裁判也以为是龙四在出签。龙四，你也是黑桃 S， 根据赌例你出签。我没出签，是他出签，我们赌的是红牌，请你。龙四，你别再演戏了。龙四的话被常坤打断，因为他不相信龙四闭着眼睛也能换走自己的牌。可当他翻开看到牌的颜色后，他顿时傻眼了。台下的人也在为龙四高兴，这一招可以说是龙四爆炸中之爆炸招，超无敌必胜手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在常坤开牌的瞬间，龙四闭着眼睛使出了超无敌必胜手，快速的将牌飞出去，从而把常坤的牌给换了。我今天总算是大开眼界，果然厉害。就这样，常坤输了，他不仅输了赌局，同时也把命给输了。你害死我徒弟，杀死老二，本来我应该要你死，不过今天给你交换个条件，我想用你的命换我四个兄弟的命。龙四也想要他的命，可因为其他四兄弟的命还在常坤手里，所以他选择了用他的命来换回四兄弟的生死约还有小闸北的一只手。龙四，你好像已经看穿我了。别看你平时不说话，其实你很自大。常坤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他也只能按照龙四所说的做。可根据赌例规定，凡是出签者要废除一只手。本来龙四不想要他的手，可常坤愿赌服输，他不想被别人看扁，于是他就当场挑断了自己的手指。不得不说，常坤真的是个狠人，面对自己都毫不留情。我龙四从今天起金盆洗手，不再上桌。今天我专程请了赌业协会的主席杜琛先生做证人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龙四先生正式宣布退出赌坛。赌神龙四准备金盆洗手退出赌坛，因为他明白只要他还是赌神，那么就继续会有人来向他挑战，免不了会有人为此牺牲。而他之所以退出赌坛，目的就是为了拒绝一切挑战，从而断了别人的念想。可世事总是难以预料，虽然他退出了赌坛，有些恩怨并不能就此消除。在常坤眼里，他跟龙四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自从上次他自断手筋以后，他对龙四的仇恨也更加深一步。回去以后，他疯狂的训练，希望自己的手可以恢复。即使他现在承担着巨大的痛，但他依然不肯放弃。潘玛丽见他这样，很是心疼，于是好心的劝他认清现实。你的手筋断了，不会好的。普通人也许是，我不一样。你的手已经残废了，你就认命吧，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样认输？人生本来就多挫折，摔倒自己可以爬起来，以后才知道怎么走。另一边，四兄弟对于常坤之前的所作所为一直耿耿于怀，于是几人就来到了常坤的赌场，准备报复一下常坤。他们到了赌场没多久，就在赌场赢了很多钱，引得周围一群观众的围观。赌场的阿贵见此情形，于是他就立即打电话给常坤。常坤得知消息以后，他让阿贵把他们带到贵宾厅，还让阿贵来跟他们赌。阿贵一上场就想在几人面前展示一番，可他那三脚猫的功夫，几人又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。拜拜。赌局正式开始，阿贵以一敌三，可因为赌技太烂，没一会就把钱输完了。都累了吧，玩完这局就算了。也好，桌上只剩下一点钱了，完了就算了。这么小就全赌了吧。是啊，我也打个电话。搬救兵啊。无奈的阿贵只好又打电话给常坤，可没想到常坤既然叫他继续赌，没钱就把赌场当赌注压上去。有了常坤的指示，阿贵直接把赌场压了出去。我跟你们加你们桌子上所有的钱还有这赌场怎么样。好，兄弟几人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就在开牌的时候，
阿贵以为自己稳了，可当几人翻开底牌时，他瞬间傻眼了。四个二，我四个七，真是冤家牌。就这样，兄弟几人顺利地赢走了长坤的赌场。可没过几天后，阿贵就带着巡捕房的人来到了赌场，还把雷天洞给带走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长坤的陷阱。近来上海搞什么禁烟运动，所以长坤故意把赌场输给五哥，其实是想让他们做替死鬼。约所有的兄弟在赌场等我指示，还有叫老六约老大去春风烟雨楼跟我吃饭。是四哥。有事吗四哥？现在该跟长坤较量一下。老大一句话，放不放老五？要放人我看没那么容易。哦，真那么困难吗？于是龙四就给赵成佑使了一个眼色。赵成佑见状就借机去上厕所。实际上他是乘机给蓝英打电话。蓝英接到电话后，立马带着人抢走了马追的50箱鸦片。随后马追的小弟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。老四，你是不是叫人抢了我的鸦片？不错。老四，你竟然要挟起我来了，你还当不当我是老大？我对所有兄弟都这样，谁不讲义气我就对付谁。常坤一脸不服气的样子。随后龙四跟他们说，只要他们放了老五，货就还给他们。龙四说完就走了。待龙四走后，两人经过一番商议，还是决定把人给放了，因为龙四这人可不好惹。可等马追收到货后，抢了我们150箱，只还给我们50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马追的货被抢了150箱，可龙四只还给了他50箱。其实另外100箱货并不是龙四抢的，而是常坤派人去抢的，目的就是要嫁祸给龙四，从而让老大来一起对付龙四。随后几人就找到龙四当面要货。那批货我已经还给老大了，但是没有交足。我拿你50箱，还给你50箱，怎么算不足？不错，你是交给我50箱，但是你拿了我是150箱，还有100箱的货你没交出来。我只拿你50箱，其他的我不知道。老四，你敢做就得敢当。龙四没拿过那100箱货，当然也不会承认。眼看两人越吵越厉害，宋子由赶紧出面打断两人。不妨告诉你，那批货我也有份。他还跟龙四说，那批货自己也有份，希望龙四能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把货交出来。可龙四在这件事上态度很坚决，没拿就是没拿，谁的面子也不给。说完他拿上外套就走了。可马追却跟他放出了狠话，如果3日之内我见不到那100箱货，我们兄弟情谊就到此为止。龙四听了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反观常坤却在暗暗自喜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看到的。另一方面，常坤的右手在他不懈的努力训练下，现在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。你的手，我说过只有我肯做，没有做不到。这个男人也太狠了，既然给自己的大腿来了一枪。随后常坤又跑到马追这里告状。马追问他腿怎么受伤了，常坤跟马追说是龙四的人开枪打伤的。老大，我查到龙四藏货的地方，那批货果然是他们藏的，再说没他们发觉他们就开枪打伤我，幸亏我跑得快。不得不说常坤的演技是真的厉害，马追也被他说的信以为真，并且他的腿上还有真实的枪伤。随后马追便把他送到顾廷宽的医务所，经过顾廷宽的救治，常坤的腿才能幸免保存下来。但是顾廷宽一眼就看出来他腿上的枪伤并不是别人打。为什么打自己枪？那一枪是近距离射击，子弹是垂直射进去，就像你现在坐在这里用枪一样。顾廷宽之所以当面拆穿常坤，说白了就是让常坤打消对他的猜疑，从而来保全自己，但同时也让常坤弄不清眼前的人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。你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？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一切要看利益所在。顾廷宽的一番话点醒了常坤，人站在利益面前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朋友。随后他来到餐厅找到老五雷天洞，只见常坤手里拿着枪指着他。雷天洞看到后也是瞬间紧张起来，不曾想这只是常坤故意跟他开的一个玩笑，而常坤来找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知道当前的局势。龙四很快就会失势了，天下将会重新组合，我老大 TYS 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，你说赢的机会有多少？你应该很清楚。过来吧，跟我们一起玩。常坤走后，雷天洞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，他决定先假装投靠在常坤这边，从而能从他们口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当然常坤也不是一个傻子，当即就要考验一下雷天洞。那你先回去帮我办件事，当是考验。你回去跟龙四说，阮明寇被我给抓了，藏在小东门南面的石矿场，叫他马上去救你。放心，我马上通知龙四。不过龙四这个人可不容易对付，要是真被他救到人了，到时候阮明寇哪会在小东门呢？我们把他藏在影化系布景街那间假教室里了。不怪。看到常坤这么大的反，足以证明阿贵说的都是真的。为了再次确认消息的真假，雷天洞在走前还偷偷地听了一下。谁让你说出阮明寇藏在哪儿了？当听到常坤的对阿贵的训斥，他这才安心地离开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切都是常坤提前布下的圈套。雷天洞回去之后，立马就把消息告诉了龙四。你肯定？不错，常坤想利用我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会用反间计利用他。而龙四得知消息后，也立马带人赶了过来。当龙四他们来到指定地点后，并没有找到阮明寇，放在眼前的是老大丢失的货。
而且里面装着的都是黄金。是黄金，四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老五，走啊，老四。就在刚刚，雷天洞利用反间计，从常坤那里得知阮明透的下落，于是他就带着龙四来找阮明透。可不曾想，他们刚来到这里，常坤就带着老大马追也赶过来。你口口声声说没拿我的货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是常坤嫁祸给四哥的。老大，我说过他们想陷害我，还想分裂我，我说的一点也没错吧？老大，我龙四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。为了钱谁知道了。现在的龙四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也只能任由马追处置。马追跟龙四说自己要先把货带回去，他俩的账以后再慢慢的算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兄弟情谊经过此事也彻底决裂。马追回去之后，他找到宋子由一起商议此事，本以为把货拿回来了就没事了，可宋子由看来他们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本来私自偷运黄金就是犯法的事，现在龙四又知道他们偷运黄金，如果龙四把这件事告诉了四国领事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考虑到龙四这个人不好对付，于是马追决定让顾廷宽出面，让他约龙四出来谈一谈。可当马追找到顾廷宽说起此事时，顾廷宽一眼就看穿了马追的计谋，说是谈判，其实是为了暗杀龙四。你想杀四哥？我是想过，老四最信任的是你，有你约他，他不会怀疑。你这么做就让我出卖四哥，那就看看你站在我这一边还是站在他那一边来看这件事。马追也不避讳，直接承认了自己的想法。马追的话让顾廷宽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出于无奈，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约龙四出来。对于龙四来说，能够和平解决此事也是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再看常坤这边，他为了这次能彻底解决掉龙四，于是他就伪造了一封由龙四署名的投诉信，随后又把那封投诉信让荣兆天以截获为由转交给了宋子由。当两人看到信的内容后，瞬间很不开心，是龙四拿给广州领事的。而常坤见此也乘机火上浇油，他根本无心跟我们谈判。既然龙四可以做初一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十五，一定要在四国领事回来之前杀龙四。常坤和马追一伙人准备约龙四出来谈判，借此机会彻底除掉龙四。而龙四也猜到了这次的谈判他可能会凶多吉少，于是他就向小闸北交代了后事。闸北，你要记住，如果我出了事，你就去静安四路华西药行那看看有没有我寄给你的信。华西药行的老板叫老胡，还有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在信里放一颗骰子，如果信里没有骰子就是假的，知道吗？哦。后事交代完后，龙四就坐上了准备的车前往谈判地点，而他的行踪也被躲在一旁的常坤看得清清楚楚。随后他便把龙四的行踪告诉了其余的队友。不仅如此，荣兆天也站出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报，那就是去谈判的地方不仅只有一条路，另外还有一条小路也同样可以通往谈判地点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常坤提议再多安排一些人去守住另外一条路。随后常坤便取下了他受伤的那块。三人见后也是大吃一惊。你的手，只要是我肯做的事，没什么做不到。龙四这回一定要死。见常坤的手已恢复如初，老大马追可高兴坏了。最后经过几人的商议，他们决定兵分两路，从而来围剿龙四。龙四一定要死。另一边，龙四也坐着车来到了目的地附近，而常坤也通过望远镜看到了龙四的车。只要拐了前面那个弯，龙四就完蛋，他怎么也想不到那里就是他的屠龙湾。眼看龙四的车就要到达他们的伏击地，这时忽然一道光照到了龙四的脸上，龙四也感觉到了事情不妙。就在车子经过弯道时，躲在草丛里的人也按下了引爆器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平静的路上也冒出了一片浓烟，随后一群小弟准备上前检查一下，不料这时从草丛里钻出几个人，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疯狂射击。站在山头的马追和常坤见此也纷纷拿出了枪对着山下射击。由于常坤这边人手太多，很快龙四的人就被团灭。一阵枪声过后，马追担心龙四会乘机逃跑，于是他便让常坤通知其他人到后山去包抄围剿。经过一番仔细搜查后，并没有见到龙四的人影，只看到雪地上留下的脚印。马追沿着脚印找去，在树林里发现了龙四的人影。快过来，龙四在这儿！其他人听到马追的呼喊后，也都纷纷蹦向了马追的方向。面对众人的追捕，龙四也只能拼命地跑。到你会出卖我，你说过的，百搭就是百变，还想打他？眼看常坤一伙人就要冲过来，顾廷宽眉头一皱，于是对着龙四的腿部就直接开了一枪，随后又来上一脚，直接将他踢下了山坡。等到其他人匆匆赶来时，龙四早已不见踪影，只能无奈地对着空旷的山坡胡乱开了几枪。而顾廷宽也在此时赶紧为自己洗白。我已经开枪打中他了，这四周都没有人，打不死他你会冻死他，见不到他的尸首我不甘心。顾廷宽表示，你不甘心又怎样，这么冷的天他肯定活不到晚上。事已至此，几人只好暂且离开。可到了晚上，马追因为没有见到龙四的尸体，可谓是寝食难安，于是决定再花点时间多找一会儿，要是还找不到的话，明天就派人来搜山。另一边，龙四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
再看他腿部的枪伤，依然是血流不止。不曾想，龙四强忍着疼痛刚站起来，又因为一个不小心，再次跌下了山坡。这一刻，也许是龙四这一生最悲惨的遭遇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畏惧。求生的欲望使他不得不费尽全力拼命重新爬起来，然后平静地擦掉脸上的雪花，继续拖着受伤的身体朝着未知的方向前行。与此同时，老六赵成佑也把龙四遇害的消息带给了还在家等待的兄弟们。不料此话一出，蓝鹰顿时怒火中烧，我去找他们算账。哎，师弟别冲动，现在斗不过常坤他们，你这样去白白送死。我不怕他，我要替四哥报仇。哎，你冷静点，你就这么去啊？我看你还没替四哥报仇就被他们杀了，这样值得吗？杜百川的一番话总算是暂时稳定了蓝鹰的情绪，想到平日里四哥对自己的好，蓝鹰的内心也是无比的难受，只好挥着拳头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柱子上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最亲的四哥也在此时正遭受着生命的磨难，伤口的恶化，腿伤越来越严重，只能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缓慢前行。可还没走两步，又是一个不小心再次摔倒在地，但他依旧没有放弃，凭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硬生生地又爬了起来。随后他靠到了旁边的大树下，以此来休息片刻。龙四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朵小黄花，而这朵花也是岑小金在他临走前特意送给他的。当龙四看到手上的花，仿佛也看到了生命的希望，于是果断选择用木棍撑着自己又站了起来。为了能让自己坚持地活下去，龙四再次踏上了求生的旅程。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，龙四也迎来了他的黎明。在看到一户民房后，由于体力不支，龙四再次晕倒在地。四哥，是你。想不到在这见到我吧，四哥，这里很安全的，你可以安心在这休息。赌神龙四被曾经的兄弟暗杀，幸好他没有对命运屈服，坚持着活了下来，而且还遇到了阮明透将他救下。我们已经派了200人找遍了整个山头，可是找不到龙四的尸首，再搜一次直到天黑为止。是马爷，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雪，我说郊外的雪有膝盖那么深，龙四的尸首已经被雪，看来要等到春天雪化了才能再见。为了找到龙四的尸首，常坤提出继续扩大范围搜索，马追却说现在再怎么搜也是浪费人力和物力，龙四就算没死估计现在也变成了废人了。几人为了龙四的遭遇还欣喜若狂地干了一杯。另一边，小闸北来到了龙四临走前交代的地方。请问老胡在不在？我就是。没有啊。不是，请问有没有红桃四？啊，有有，谢谢。小闸北在拿到了龙四寄的东西后，他立马回家拆开来看，此前龙四还跟他交代过，如果信里面有一粒骰子，那信就是真的，如果没有，那就证明信是假的。经过一番查找，信里果然找出了一粒骰子，而且里面还有一封写给岑小金的信。小金姐，这信是你的。小金，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，但你不用为我担心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兄弟们的安全，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，常坤会对我的兄弟大开杀戒。在看完信的内容后，岑小金立即让小闸北去通知龙四的几个兄弟，让他们千万不要分开，以免常坤将他们逐一击破。可兄弟几人不想坐以待毙，于是便准备分头行事，出去搞清当前的未解之谜。你继续查四哥的下落。七弟，你找岑小金，看四哥有什么留下的。四哥这个人平时很小心，可能留下什么线索也不一定。而我就去打探那批鸦片。那我呢？你留下做通讯，有什么事我们回来再说。大家分头行事。好。当小闸北来到之时，兄弟几人已经离开，只留下了丁有为一个人在家做通讯。与其在这等，不如出去找找他们。那也好，如果他们回来，就他们在这等啊。我们走。林哥，什么事？赌场出事了，马追带了十几人冲进四海了。先生，请几位啊？走开！你为什么出卖四哥？四哥这么信任，看不出来，原来你是这种人。因为你太蠢了，未看人。你啊，哎呀，走。郭廷坤，男人拿枪指着自己的结拜兄弟，不料这时后面也突然冒出来一支枪指向了自己。这个餐厅人来人往，经常有洋人出入，如果在这闹事不太好吧。顾廷宽的一番话，两人也只好作罢。另一边，蓝鹰收到消息说赌场出事了，于是他立马就带着人回去。赌场有没有事发生？五哥刚才打个电话回来，说去找八哥。有没有说去哪找他？好像是像什么是西餐厅，马上去找他。还有啊，四哥给小金留下一封信，说我们几兄弟集合在一起，千万别分散，小心中常坤的计。走，五哥可能中计，救五哥要紧，我很快回来，你们留在这儿。是。丁有弟看着蓝鹰离去的背影，他也只能无奈地在心里祈求平安。而此时的雷天洞早已被常坤带到了郊外。常坤，我们到底也是兄弟一场，难道你真的一点义气都不讲？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。见常坤如此执着，雷天洞只能向老八顾廷宽求救。廷宽，难道你也见死不救？我们到底也是结拜兄弟啊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时常坤却突然改变了想法，他将手上的枪交给了顾廷宽。廷宽，他望着眼前无助的兄弟，于是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快点走，离开上海，你要不要回来？就这样，顾廷宽将老五雷天洞给放了。再看看蓝鹰这边，他来到雷天洞与顾廷宽见面的地方，准备打探一下五哥的下落。雷天洞有没有来过？别逼我出手。哎呀，说，坤哥带他走了。在哪？在假教室那边。在得知五哥的下落后，于是他立马赶往假教堂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
这一切都是常坤不好的局。蓝鹰已经上车了，去假教室那里，我看他最快在明天早上到。至于雷天洞，正如坤哥你所说，顾廷宽已经放了，不过我们的人已经把他抓回来。实地蓝鹰在郊外遭到了一群杀手的围攻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陆海峰挺身而出，化敌为友，与蓝鹰并肩作战。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，没过多久杀手就全部被打趴下。为什么要救我？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，你答应过我跟我决斗。陆海峰救他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两人之前有约，那就是公平的比试一场。可两人刚走到门口，就被一群巡捕给团团围住，都抓起来。然而让蓝鹰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带队的竟是自己的结拜兄弟。就在刚刚，赵成又从外面回到赌场，他从丁有弟口中得知老五雷天洞和实地蓝鹰可能出事了。杜百川回来后又说自己被人跟踪，赵成又经过一番沉思后便做出了这样的举动。别过来，要命的就别动。如果我没估计错误，老五应该被常坤抓住，实地也可能出事。那又怎么样？这还不明白？这就是说现在四海只剩下我们三兄弟。你为什么用枪指着七哥？因为我知道我们斗不过常坤，所以我想投靠老大。你出卖四哥。四哥已经死了，不卖一个死人怎么能算出卖？四哥没死。我不管，最要紧是我不想死。杜百川不敢相信眼前的赵成又竟然为了不想死就要出卖龙四，于是便当场对他破口大骂：赵成佑，你太卑鄙了。可赵成佑才不管你怎么骂，随后他便向老大马追表示归顺之意。为了得到马追的信任，于是他就把抓来的两个兄弟交给了马追。就这样，赵成佑成功取得了老大的信任。其实赵成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尽可能去保住兄弟们的性命，因为他知道常坤是肯定不会放过他们，所以目前投靠老大马追是最好的选择。士可杀不可辱，千门幻术你也练会了？你想自杀没那么容易，你这粉闭上双眼也破不了我的千门幻术。放下枪，放下枪，用声音催眠你也练会了？放下枪。顾廷宽不敢相信常坤竟然能用声音控制千门幻术，为了脱离常坤的束缚，他用毅力战胜了千门幻术，最后扣动了扳机倒在了常坤的面前。常坤见此情形也是很佩服他那坚持不懈的毅力，最后给他深深的鞠了一躬。如今龙四的兄弟死的死，背叛的背叛，剩下的几个也被抓住关了起来。各位不好意思，一看见你耳后见腮就知道你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杜百川，你的命在我手，再说我总算是你六哥，尊重点好。你死吧。面对出卖兄弟的赵成佑，杜百川是张口就大骂，可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赵成佑将会是他们的救星。就在常坤跟马追说斩草除根的时候，赵成佑却提出了不同意见。说来听听。龙四手下有那么多人，肯定有人心怀不轨，有他们在手，我们可以慢慢驯服那些人。你这个主意不错，就这么决定。不曾想赵成佑的意见立马就得到了马追的认可，而其他三兄弟也算暂时保住了性命。另一边，龙四在阮明透的精心照料下伤势也基本恢复，而岑小金也通过龙四寄来的信得知龙四还活着的消息。不仅如此，龙四还让他带上雪儿来找他。当天晚上他们就准备出发去与龙四会合，可不曾想他们的举动也被常坤看到，而常坤也断定龙四一定还活着，于是常坤就派人去把他们全都抓回来。龙四还没死，要加紧追捕他们，尤其是岑小金。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当岑小金被抓了以后，黄包车车夫就全部罢工，从而使得整个上海的交通中断。释放岑小金，释放岑小金。为了能让上海的交通正常运作，上海首富宋子由只能亲自到牢房里拜访岑小金。岑小姐，我叫田外宋。我认识你，全上海每天的报纸都可以看到你的像。岑小姐，您为什么要搞罢工呢？很简单，我不搞罢工的话，我怎么能见到四国领事呢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吗？你行吗？可惜现在上海最做得了主的是那些洋鬼子。岑小金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见到四国领事，从而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。这些黄包车夫一停工就没有饭吃，我不相信他们可以超过三天继续这样罢工。现在全上海的交通瘫痪，几天之后会损失多少，你们能估计得到吗？为了顾全大局，宋子由也只能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好，陈小姐，我带你去见四国领事。好，去。另一边，雪儿通过龙四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龙四，与龙四见面之后，他将上海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龙四。当龙四知道兄弟们发生的遭遇后，他立即给岑小金寄了一封信过去。关于其他兄弟被抓的事，雪儿已经告诉了我。小金，麻烦你再跑一趟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赵成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岑小金看完信后，立马就去找到赵成佑，向他说明了情况。当赵成佑得知龙四对于自己的信任，他的内心五味杂陈。四哥为什么会相信我？他说你把兄弟交给了马追，表面上看来你是出卖了他们，实际上你没有把兄弟交给常坤，就因为这样他就知道你不想让兄弟们死。总算没有跟错他，四哥也没有看错你。随后两人约定今晚就把兄弟们带出来，然后再去郊外跟龙四会合。可等赵成佑回去之后，常坤和马追却准备放了蓝鹰他们，只要把他们放出去
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找龙四，到时候再派人去跟踪他们，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龙四的下落。赵成又见此情形，只好假装一笑，以免让人怀疑。到了晚上，狱警就故意让他们几人逃了出去，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不让他们产生怀疑，从而能去跟踪他们。可他们刚出去，杜百川却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我说过，我一出来一定杀那个忘恩负义。你要杀四六哥？什么六哥？他出卖兄弟，他配吗？我跟你一块去。不用了，但是一个人去。我已经在巡捕房拿了一把枪，你们先走吧。随后，杜百川在一处电话亭里找到了赵成佑，他上去一把抓住赵成佑，就准备要动手。赵成佑看他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，只好说出了实情。你还在我面前耍花招？相信我吧，我没有忘恩负义，我是想救你们呢。你现在当然这么说了。可任凭怎么解释，杜百川始终不相信赵成佑的话。就在杜百川准备杀了赵成佑时，却被一伙人从外面直接乱枪打死。赵成佑看着躺在地上的兄弟，他的心中顿时烧起一股怒火，于是立即拔出枪，将眼前的人全都送去见了阎王，也算是为杜百川报仇雪恨。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？而接下来，兄弟一伙人在岑小金那里汇合后，隔天就踏上了前往寻找龙四的列车。师父，自从我中了枪之后，我就一直走，走到了这里。嘿，常坤真是一点人性也没有，他怎么可以杀完一个又一个？再这样下去，整个上海真的会让他全都霸占了。四哥，到时候我们想翻身都难了。我还以为常坤是个聪明人，原来他是个普通人，贪得无厌。经过发生这么多事以后，龙四也决定重返上海，但在他回去之前，他准备先把自己的赌术传给一个人，那就是小闸北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中国赌神的传人，我龙四的徒弟。还不快叫声师父。哦，师父。龙四决定收小闸北为徒，把自己的赌术都传给小闸北，而小闸北也正式拜入了龙四的门下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小闸北也开始了对赌术的刻苦训练，在他不懈的努力下，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从开始的一窍不通，到现在可以准确的摇出骰子的点数，他用优越的成绩成功证明了自己。而龙四也决定重回上海，为那些死去的兄弟报仇。我决定明天回上海。小金，这次辛苦你了。另一边，宋子由和马追得知龙四还活着，并且还回到了上海，顿时两人的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。而龙四回到上海也开始有所行动，他让小闸北以蒙面人的身份来到了常坤的赌场，只见小闸北提着一箱钱，帅气的来到了一处牌桌上。这张桌子最多售多少？5000。五千。来好你走，开了啊，3-1，帽子。赌场的阿贵见此情形，于是立马派人去通知常坤，而小闸北也像之前龙四在黄海的赌场一样，把所有的豹子都压了一遍。买好你走，3-6。按耐不住的阿贵见他这么厉害，于是便上前向他发起挑战。先生，有什么事？还是我跟你赌吧。来到贵宾厅里，两人准备玩21点。21点需要用到21副牌。只见阿贵熟练地把牌洗到一起，待他洗完牌后，他便让小闸北切牌。请大牌。你洗牌应该不会错。不必了。阿贵看他那么自信，只能无奈地开始了赌局。可不曾想，第一局阿贵就拿到了2个 A。阿贵问他分不分，这时也让他想起了此前龙四的战术。21副牌有84个 A。随后，小闸北也按照之前龙四的做法，把牌都一一拆开。不曾想，到最后直接拆出了84份来，而且全部都是21点。他的这一举动，也使得周围的群众都纷纷围了过来。而就在这时，常坤也来到了赌场。可阿贵已经输掉了这场赌局。你会洗牌不代表你会赌钱。乖乖，你赌不过的到底是谁？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不知道哪路英雄这么赏脸要跟我赌。我要向你挑战。你凭什么？小闸北也向常坤发起了挑战。常坤一开始还看不起眼前的蒙面人，可当看到他使用的千门幻术之后，于是便答应了他的挑战。好，什么时候？3天之后。我赢的这些钱暂时就放在这儿，还有这些钱就替我打赏那些出卖龙四的兄弟。坤哥，他会龙四的爆炸招式，难道他就是龙四？小闸北从常坤的赌场出来后，又来到了马追的赌场，准备向马追挑战。马追看到有人送钱上门给自己花，当然也不会拒绝。赌局正式开始，桌上放满了一排骰子，只见两人拿起骰盅，熟练的把骰子一颗一颗悉数抄起，然后就是摇骰子环节。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这一操作，而双方也通过声音分析猜到了对方骰盅内的点数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闸北使用了一招冲天炮，对着骰盅拍了一下，一颗骰子直接击穿了台底。在赌协会长的见证下，双方把骰盅推到了中间。经过之前掷银币，你先猜。2-1，2-2，2-3，2-4，2-5。当会长揭开马追的骰盅，小闸北全部猜对。尽管如此，身为赌癫的马追也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当即就给出了他的回答。
你十个六，不过你用冲天炮把其中一粒骰子穿过桌底，所以你现在的骰盅里面只有九个六。虽然马追猜中了九个六，可当会长揭开骰盅时，里面却多了一个一。马追看到这样的结果，简直不敢相信。你的耳朵果然很灵，听见我用冲天炮，但是骰子又反弹回骰盅里，这下你没听见吧？最终，小闸北凭借聪明的智慧赢下了第一场赌局。第二局他们玩的是梭哈，由于第一局的失误，这一局马追也显得格外的小心，时刻都在观察着小闸北的一举一动。就在最后马追更换底牌准备开牌的时候，小闸北使出了龙四的爆炸招超无敌必胜手，不曾想却被马追看过，而小闸北飞出去的牌直接飞到了马追的袖口里。你那招无敌必胜手被我破了，这一局马追赢。最终马追依靠敏锐的观察反应力赢下了第二场赌局，而小闸北也在惊慌之后立马又调整好了心态来到第三局。最后一局我看简单一点，猜人字吧。说是简单的猜人字，其实就是千门幻术的另一种变化，可自信的马追才不怕你这些。千门幻术，来吧。小闸北将硬币抛向空中，只见硬币在空中不断的旋转，同时还幻化出多个硬币出来，而马追也死死地盯住了空中的硬币。随着幻术的不断升级，两人的周围也出现了大量的硬币幻影。见此情形，马追也连忙闭上双眼，暂时规避小闸北的幻术。过了一会，硬币落到了桌面上，但硬币自身所携带的幻术还未消除，马追只能凭借自己敏锐的听力来给出最终的答案。字不对，人头。最后一局马追输。听到这个结果，马追立刻睁开了眼睛，他不敢相信自己会输给眼前的人。最终小闸北以3比2的成绩赢下了马追。随后小闸北将拿到的通行证交给了龙四，可龙四却将通行证给烧了。师傅，为什么要烧掉通行证啊？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而接下来龙四要对付的人就是上海的首富宋子。帮我把国中的股票全卖掉。国中的股票？嗯，等小金回来叫他用公司车夫的名义一点一点的买回国中的股票。因为现在宋子游不知道我手上有多少国中的股票，所以下一个赌局就是股票交易所。宋子游为了稳住自己的股票市场，他只能拿出大量的资金来拯救市场，从而把股票的价格再顶上去。殊不知他已经陷入了龙四不好的陷阱。到了晚上，龙四找到陈小金。小金，你记住明天在火车站等我。你明天就行动？嗯，今天晚上别乱跑，明天上海可能会变成一个大赌场。另一边，宋子游和马追几人正在商量对策，不料这时手下却传来了外面有暴动的消息，而这个消息也让马追和宋子游立马就坐不住，因为他们也刚刚得到了消息，不久后会有军队要进入上海，目的就是整治上海的不良作风。而常坤也提出建议，几人暂时先离开上海。常坤说的对，我们就暂时离开上海，一来不怕龙四报复，二来可以避避军队，等风头一过我们再回来也不晚，就这么决定吧。随后马追让宋子游把黄金全部卖掉，为了防止夜长梦多，于是他们就让龙兆天立即将放在赌场的黄金运送过来。与此同时，龙四也让兄弟们在完成复仇计划后各自分开，到时候在香港一起会合。而另一边，即将跑路的宋子游也收到了国中股票上升的消息，他没想到自己在走之前还能赚上一笔。可就在他高兴之际，龙四却打来了电话。宋子游问龙四今天为什么要抬高股价。不是抬高你的股价，这叫收购。你想收购国中？是啊，国中的前途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收购？龙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很快就明白了。听到龙四的话，宋子游不相信龙四一个人可以斗得过当前的局势，于是他就立即让人压低了股票的价。替我把它压低。是。体外，你放多少我收多少。真的有人接受你的股票？再放。你知不知道这样下去我会赚你多少钱呢？无所谓，不过国中的主权很快就落到我手上。龙四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？这些是你的钱呢？黄金是你的黄金。原来就在刚刚，龙四派蓝鹰抢走了他们的黄金，然后再用这些黄金来收购国中的股票。宋健，什么事？军队进城的消息是假的啊！现在的股票拼命的升。另一边，马追在得知黄金丢了以后，他很是生气。要知道，那些黄金可是他们的全部财产。不仅如此，三人也因为偷运鸦片和黄金成了通缉要犯。为了能够逃离上海，常坤和马追也趁机打起了。宋子游最后的一点粮草。你手上应该还有一点钱呢。你手里还有多少钱？我现在哪还有钱呢？你没有钱？你刚才卖掉股票怎么会没有钱？不如大家把手上的钱分成三份，重新开始。看着两人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，于是宋子游便掏出了枪，这一变故也让四人顿时乱作一团。那你真以为钱比命更重要？我这辈子最准的就是眼光，想不到这次看错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。随着几声枪响，几人也相互交代了自己的生命，而龙四却成了最后的赢家。龙四按照约定时间来到车站与陈小金会合，可两人刚一见面就碰到了常坤提前安排好的杀手。四哥，
相传龙四中了埋伏，与陈小金双双死于乱枪之下。也有传闻，赌神曾于广州出现，之后南下香港。到了香港，与陈小金度其余生，安享晚年。